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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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啦！不不不不不不不。是安尼，我感觉你家这阵吧吼，这阵歌安尼没有在表演是一种可惜。哎，呀我们另外发现了一位人才。好，你要帮我介绍一个电视剧呢，新的搭档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听说，我又可以摇哦，没错，小鲜肉，而且他会四种语言。哎呦，我比赛哦，对，刚好跟你到一档。你呀，今天呐，阿妈就搞哎，哎呦，哎，你呀，我们八字拢给你看过啊。你呀。明年的中秋就生囝，那才好啦，不是那才好啦。先看卖，先看卖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啦。来，迄少年甲吵出来，我先鼓励一下。出声啊，兄！阿孙啊，甲柯里讲要去找恰恰。为咪个的半路喊到如此的派去啦？哪会派去？咪发咪咪吹出咪隔壁，是说咪说吹无巧啦。你就在当白人啦？看真真心，看真真的，嗨啦！哎呦，你是有在追无啦？阿爸，你敢还在听？听着阮用心唱的歌声，无论好雨天，也是风歹天，阮是走江湖的人。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咧外头真正打拼，不敢来耽误。当时的酒桌，袂予你真正头前烟蒂。有听到鼓声，阮的心情会震动。摇动情愿的脚寸花，全为你风流的人客兄。强哦！老师，等我一下，我唱这。要啉水不？要坐椅啊不？要吃？要吃饭不？要求解者不？我温暖的故乡。耶！好赞呢，超赞！也谢谢我们的舞蹈老师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给表现的辛苦，辛苦，一般也要动流舞。哎呦，你是讲要去介绍一个？哎，马祖讲爱你无听哎。哎呦，真的赞！哎呦，碰碰姐，碰哥啊，可丽姐，顺哥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穿这出。对啊，你这个。水呀，嘿，我今日看你咯，穿这出上趴。对啊。真的，穿得变魔术。很帅呢。穿得变魔术的你。哦，这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啊。啊，我这个乔黑老师做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。嘟嘟吼。哎，因为呢，这碰碰机啊，今日要来给你结成好连理啊，所以你就非常上意。啊，来来来。你请你看到牛来啊不？有。今日你爱做斗牛士，来来来。哦，来来来来。碰碰姐啊。谢谢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碰姐连理啊。好久不见。我给你两个
人呐、啊、哈，真的是郎才女貌哈，进山姑姑啊，哈，五岁吧，五岁吧，很高配哦，来打帕子的婆啊哈，为着社会安定。水啊，嘿，你今爱牺牲一下，你得给大家回味一下，对，好啦，大家的回忆。对啊，你看到碰姐有没有什么灵感？非常让你想到什么？你想到什么？我想到一条歌，什么歌？非常的经典，什么歌？经典，哦，经典，经典。老师应该较黑了，有，哎呦，来哟。今天那个廖俊大哥没来，你要唱我了。哦，助理哦，就是你叫随意哦，随意哦，随意，好了，过来，随意啦，随意，随意，随意，你不要笑出来哦。随母鸭它喜欢呱呱叫，公鸡它爱啄小。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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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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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随意一个砰砰，拜拜。哇，哇，真够水呢，够水吧？你太无听了，你他妈是衰，我最近足衰，新闻拢写我同阮某离婚，我叫阮某赶出去。这两天啊，有趁钱交等伊，阮某对我亲切一撮，你一见我手机，你衰，你足衰呢。所以这个歌还要看人呢，对，是为别人会当唱。对啊，你也衰都无好听。啊，你讲碰过，碰碰到底唱。啊，都一直碰。位头碰到尾。对嘛，啊，对，一直碰嘛袂使。哎，你也袂歹。顺。你嘛袂歹啊！我嘛袂歹。你喵！我迄个水吼，安那跳都唔对咧。因为我为什么叫做水姨，恁会知无？我唔知。因为阮伫阮家，我第五个后生啦。阮老爸老母要生糟囝，生无啦。哦。啊，生到我最后一个第五个，嘛是过十波的。哈。所以叫水姨啦。哦。啊，好刚才阮老母无过生啦，不然他如果再生一个比我更小的吼，变成水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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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脱口秀的始祖呢？真的，以前有那个录音带，有没有卡带？对对对，都有买哎。对，谢啦，我知道你是从小看我长大的。啊，就不一样。但是我迄个拄只我伫台下，我听到讲迄个碰碰姐啊。一共一样四种啊，四种语言，四种语言啊，并不是买样。哎呀，四种语言那有啥物？我会用国语，国语，洛江腔的国语，台语，台语，洛江腔的台语，总共四种。是啊，这位本来是咧唱歌的啦。哦，哎，你讲话伤好笑。所以今晚有没有变谐星啊？不要啊！要把你们两个干掉了哈！对，他想很久了。真的？那你会讲什么呢？我你讲我听啊。拢会用啊。哦，今晚你讲啊。老两句英语，英语讲英语。哦，讲英语 ，speak English。哎呀，那个 listen in the gentleman， 哎呀 ，gentleman，gentleman。Gentlemen, I'm very happy today. Come to the Kaohsiung to hear sing song for everybody. Hero. Oh, hero, 英雄啦。我们叫Listen, 讲 hero 啦。那是有啥？阿哥伊拄只讲也样四种，对不？国语、洛江腔的国语、台语、洛江腔的台语。你即马表现吼，大家听看麦，为什么？哎，分别哩多，对对，对不？洛江腔的国语歌是啥？啊，各位高雄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水义。好，这是国语，国语，国语。洛江腔的国语。各位高雄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水义。都一样，都快啊！台语的快。哎，来，各位高雄乡亲朋友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来，洛江腔的台语。洛江腔。啊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，各位乡高雄的乡亲朋友。赶快。讲客家话，讲客家不会，可是我也用一句第一个正洛江腔的，大家应该听无。好，来，你讲。好，
家人客里通过也无说你叫干鸟呀。什么啦？这句话小研究一下，无这两嘛讲清楚的话。无，这真正，这真正啦。什么意思？阿妈讲，有人会知无？什么意思？我能听无？啊？你搁讲一遍，搁讲一遍。你搁讲一遍。家人客里通过也无说你说叫干鸟呀。这哪一国的话我听不懂哎，什么名家无说的？现在现在现在，家人是不是那个斗笠？不是，家人，家人是剪刀啦。哦，剪刀叫家人。家人哦。哦。啊，放伫柜啊内底。无说的。客伫通柜啊。通柜啊，哦，落地啊。嘿，通柜啊。通柜啊。啊，无说的叫干鸟呀。干鸟以前落去啊。掉了。啊，有什么那么难听啦？哦。那啦。不好听呢。这无我袂讲。